位同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相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就是赞叹一切众生自信圆满的功德。我们自己的自信，我们自己的真如自信，真如本性具足圆满的功德。我们不知道，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功德，那这就是无明啊，无明不明了，不明了迷失了，迷失就迷惑颠倒，造业流转轮回，一直到现在啊。那么以上所讲的呢，是依据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经文开端啊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经文的开端呢，我们看到世尊先放光，放光，放光明，光明当中包含无量无边的意义。啊，那么这里是略说10种啊，简单的归纳成10种。那么十是代表圆满的意思，没有一个漏掉的，圆满。啊，那么这一段经文一般人很容易含糊笼统就读过去了，啊，没有办法知道这里面的深意密意。啊，那么不但地藏经是依此来说，佛所讲无量无边的经论，没有一部不是从大圆满所流露而宣讲出来的。大圆满，大圆满就是讲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的真如自性。啊，所以前面5句大圆满、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般若、大三昧是圆满的自性。后面5句大吉祥、大福德、大功德、大皈依、大赞叹是自性的起用、起作用，那也就是大圆满的作用。啊，这是佛陀教育的依据。啊，那么像这样的经文在大乘经典佛常常说。啊，有时候用言语来说，有时候用放光来表示。啊，讲到这个放光，我们可能也不明了。放光，光明当中竟然有无量无边的意义，大家能不能体会？光明当中有无量无边的意义啊！我们常常在经典看到佛有身光，有头光，有眉毫光、白毫、白毫光，佛陀所有的光明都宣说、都表示无尽的广大的意义道理。能不能体会光当中能体会出意义啊，我举一个比喻啊，大家一听就懂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世间也有用光来代表意义的。你看到这个光，你就知道什么意思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光能代表什么意义？我们那个路口啊，
红绿灯，红灯亮了，红光代表什么？红光代表什么？停止。哎，看到红光你就知道停止了。哎，绿光呢？啊，通行。光当中有意思的，有道理的。黄光呢？黄光是做准备，准备要停住了。有的人是准备冲，不一样。那所以光当中有意思的。那我们这个世间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知道，光能讲出道理，它里面有意义的。何况佛陀放的光明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好庄严啊！佛陀的光明这么的庄严，我刚举一个比喻，大家就能知道，我们的红绿灯的光就有这样，一看到我们就能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。它有什么含义？叫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啊，所以你懂这个意思啊？我们如果了解的，那你读经就很有意义了，很有意思了，你就看得懂了。啊，不会好像在看神话小说一样，啊，常在经典看佛陀放光，光明当中化佛化菩萨。还宣说佛法，宣说什么很多的功能作用，不了解，其实一点都不难，没有那么深的道理啊。这个比喻大家就很明了啊。所以你真正入了境界，真正我们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形容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都放光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做香光庄严，一切的物质乃至于圣众都散发的香气，香气味道也能讲经说法。那光明刚刚举过比喻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六尘说法，你就懂了。六尘说法真的是如此啊！不懂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六尘说法好像隔靴搔痒，字面上是懂。真正的意义不懂，那你就很难入那个境界。那所以经典懂了，读经，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你真正就置身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，你真正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你真正感应道教。佛法讲的道理，佛法的道理真的是太圆满、太殊胜、太深入了，只是我们不明了。明了你会赞叹，刚刚讲的大赞叹光明，大皈依光明女，你会心心念念皈依佛法。心心念念赞叹佛陀，佛陀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，真的是如此。活在经典里面所讲的，没有一句是妄语，都是真实语。啊，不了解，你就好像在看神话小说一样。啊，真的是如此。啊，明了了，你读经很有意思，很。
很有味道，很有法味。法味就能代替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。那你没有入境界，五欲六尘你敌不过，你敌不过，因为你没有法味。经典拿来补不出味道，如果经典拿来你懂了，真的法喜充满，欲罢不能，欢喜赞叹。那么接着我们讲第二的想象，大乘圆满法啊，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啊。那么佛法的入门，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作为代表。那这四位菩萨在中国的佛教有很高的地位。那这四位菩萨就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，那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，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啊，跟峨眉山的普贤菩萨啊，以这四位做代表啊。那么前面跟大家说过，佛法有次第，有圆融。次第里面有圆融，圆融里面也包含次第啊，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非常圆满的教育教学啊，无论在内容在方式上都显示是非常无上的圆满。那我们不能体会，不认为圆满，那是我们不懂，那不懂，没有完全了解，我也还没有完全了解，但是我碰到边了，我碰到边了，碰到边就法喜充满，还没有入进去。啊，学佛很多人呢，很多人连边都没有碰到，虽然在学佛，啊，边都没碰到，啊，所以无从法喜起，没有法喜。啊，学个一两年，刚刚学佛，佛在眼前。第一年学佛，佛在眼前；第二年学佛，佛在天边；十年学佛，佛化云烟，佛不见。这就是没有法喜，没有入境界，没有听到真正的道理，那所以对佛法起不了兴趣，不想深入，不想修学。那你只要真正碰到边，碰到边，哦，你就知道佛法这么的殊胜圆满，这么的好，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，真的是如此。啊，所以地藏经一开端以十种光明云来显示这部经的大意啊。如果有人问你地藏经讲什么啊，你就可以把这十件事情介绍到他了解。那这十种光明云啊，大圆满、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般若、大三昧、大吉祥、大福德、大功德、大皈依、大赞叹。这真的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无量意啊。慈悲智慧都有无量意啊。很多人啊，学佛很久了也是不明了，以为慈悲是一件事情，慈是慈，悲是悲，不同意义啊，不同作用，
不同功能。智慧，智是智，慧是慧，不同啊。大吉祥，吉是吉，祥是祥，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无量的意义。一个字解释，解释圆满是什么呢？就是大方广博华严经。那说实在啊，这十种光明云呢，不仅是代表了全部地藏经地藏法门啊，如果把它引申展开来，何尝不是全部的佛法啊。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我们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总归起来就是大圆满啊，也没有离开地藏经这10句表法的意思啊。那么这10种都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，我们都具足的，我们没有少一点点。所以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听得很耳熟能详的，什么话呢？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。成佛了没有多一点点，你原本的功德智慧没有多一点点，堕到地狱了再凡不减，堕到地狱了他的真如本性里面的功德也没有减一点点。这就是平等，佛法讲的平等在这里。佛陀跟地狱众生他的真如本性平等平等，是一不是二。那这就是佛法很重要的真实义。那么这个真实义讲清楚，就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华严经归纳讲4个不可思议啊，4个无碍法界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华严经就是讲这4个无碍。入不思议，无碍解脱境界，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为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拿来看不懂？因为我们处处有障碍。为什么处处有障碍呢？因为处处不通，不明了啊，所以处处有障碍。理有爱，事有爱，理事有爱，事事更是有爱，无所不障碍，障碍重重，就是我们凡夫不明理啊，无明，无明就迷惑颠倒，明理，明理就是觉而不明。那所以这10种都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，现前都具足啊，不是外面来的啊。但是现在啊，我们这些智慧光明德能都不能现前，我们都感受不到，都得不到受用。我们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光明德能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很有句很有名的经文：一切众生
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是怎么呢？我们凡夫怎么样呢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起了妄想，分别执着，所以不能证得。我们有这样圆满无上的光明智慧，我们得不到受用，所以佛看我们叫好可怜啊。所以经文里面常常看可怜悯者，可怜悯者，可怜悯啊，我们太可怜了。我们有这样的功德智慧光明，我们会用，不知道有，不知道有，当然不会用，很可怜的，好可怜。我们本来就有啊，现在都不能现前啊，我们现在变成是迷惑颠倒啊，这些智慧德能失掉了，怎么失掉的呢？佛告诉我们。是我们把自己的本性迷失了。为什么会迷？无明。无明有两种，一个是无始无明，一个是一念无明。啊，我们有无明，无明，所以我们迷了，迷了之后。这个智慧德能就不起作用，起不了作用，所以这种失叫做迷失啊，不是真正失掉，迷失了啊。所以佛法整个的教学常常说破迷开悟啊，如果我们不迷了，觉悟了。觉悟就是明了了，啊，讲白话一点就是明了了，道理明了了，那么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又恢复，你能够使用。由此可知，佛法的教学最后的成果，不是佛给我们什么。是我们自己的本能恢复而已。那就像佛在《楞严经》所讲的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《心经》里面讲的，无智亦无得。那当你圆满成佛了，成佛以后得到什么呢？什么也没得到。因为本来就具足啊，本来就有的，本来就有啊。那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以后，讲了：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。何其自信具足万法，本自本无，就是本来就具足的，本来就没有动摇，本来就是如此，本来就有的啊。所以我们觉悟了以后，只是恢复自己的智慧的能力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从外面得来的，所以佛法叫做心法。你如果心外求法，那就叫外道啊，那就不是佛法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讲到此地。人人念弥陀，弥陀心中坐，法莲处处开，净土自拥有。老年生活何处去？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？上敬下供老和尚的悲愿，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，往生净土设想。
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，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。欲缘成传弥陀无尽愿，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，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，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。上敬下空老和尚弟子，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商务下广法师，发愿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，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，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。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，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、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。邮局划拨账号22703000，22703000，户名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04-2291-3567，0919-952-231，0919-952-231，功德无量。